十七号，高圆圆官宣怀孕后首露面录制节目。视频中，高圆圆化了淡妆，扎起头发，身穿黑色背心，搭配蓝色西装外套，打扮清爽优雅，状态好。四月八号，赵又廷在微博宣布高圆圆怀孕喜讯。每每遇到大家的关心，我们总是回答顺其自然。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的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祝福。公布高圆圆怀孕喜讯，随后高圆圆转发配上了三个鼓掌的表情包。赵又廷经纪公司表示，其他的细节妈妈和圆圆先保护他们和孩子的隐私，也不好意思叨扰各位给予太多的关注，暂时没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分享。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理解，再次感谢大家。高圆圆自从和赵又廷结婚以来，他们俩不仅为人处事低调，没有绯闻，而且关于他们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少。高圆圆可以说是不少人心中的女神，不得不说，赵又廷能娶到这样的女神，真是很有福气啊。